覺得蝕咗，因為阿蛇嗰單 TVB 嗰單爭拗咧，搞到咧你哋冇 TVB 宣傳嘅喎。我覺得咧，嗱好多年前咁講啊嚇，好多年前咧就我好好彩嘅，每一次做棟篤笑咧。之前 TVB 就唔知點解就會播我啲劇噶啦，咁然後個啲人咧就會話：啊 TVB 幾錫你啦，係嘛？次次都幫你宣傳嘅。咁我次次同人講唔係夾定嘅，即係冇夾定嘅。咁啲人就總之 TVB 幫你啦，你啲棟篤笑先收得嘅咁樣樣。咁收尾就開始做一啲 show 咧，就冇 TVB 嘅戲去夾定啦。咁即係冇夾定咁啊，就冇。咦，又都收得噶喎、哦？咁我谂到最后呢啲嘢，即系话其实都要靠你自己嘅，即系唔系话帮唔帮你，帮当然好啦，但系唔帮最紧要你自己都要得咯，啱唔啱啊？你唔得嘅时候，边个帮你出齐嚟都冇用啊！咁我希望系得啦，都系由观众去决定啦呢样嘢。